现在呢要来选韩服，看要选哪一件。他们说上面尽量就是素一点，然后下面是花一点点，然后我被禁止穿粉红色。然后这是我选的第一套，这也超多的。刚刚别上了这个，这是以前有钱的人就会佩戴这个的，所以有这个就代表我 money money money。OK， 这是我今天的摄影师。Hello, nice to meet you. Thank you. 我是阿米丹，穿着韩服不能吃东西，所以现在要把韩服给换下来，吃饭呀。我觉得这间非常强大的地方就是在它的酱料，鲜鲜甜甜的刚刚好，然后再加上那个起司的味道，不会让你觉得很过头，可是就是非常的爽脆，好可怕哦！吃完了，这间就是跟我之前吃的感觉一样，就是一如往常的好吃，而且我觉得它最厉害一点就是，它其实没有让你觉得说真的神级好吃，可是它就是会让你一口接着一口的一直吃下去，而且它的那个什么，韩式酱料的那种味道是那种甜甜辣辣的，可是又不会过辣，那你整个嘴巴都就是有刺痛的感觉，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来吃一下。刚刚结完账之后发现这样吃才16000，是最近这几天吃起来算是很划算的一餐，而且又很好吃。